现在呢？现在 OK 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真的没有音乐，我不会打游戏了呀。可以了。OK OK。那我活过来了呀，那我调好了。哎呦，终于有音乐了。你好像在上网课一样的。没有啊，我刚刚玩到最后我真的没有音乐，我不会打了呀。兵可以都让给他，让他推。多点他两下。塔会打他的，多点他两下，不然你亏了。多买长剑。哈哈，气不气？打的一手好攻呀。哎，我闪远了呀，但这个位置我好像往下面闪一点会好一点，但我感觉他再摸我一下我要死了。买鞋了。我应该往这边闪吧，这边闪一点会好一点，但我感觉往这边闪了一厘米闪现好像也没什么作用啊。主要我换真身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操作我了。完了！哎呀，浪了！就他开大招闪现一波把我宰了，不够灵性啊，没有用四技能。用四技能再把它位置再骗一骗会好一点。哥们儿开大招还是猛啊。死了吧。哎，我这可以，怎么这么倒霉，受伤的又是我，他还舍不得走，这露头他死定了呀。哇，六。把影战斧给做出来。主要我们不能二技能被他两个人都打到，都打到的话就不好操作了。想一下怎么弄他呀？不着急，他可能躲在草里面在，应该是躲在草里面在，把他打出来。在这个位置会补兵吗？果然还是年轻的元哥，细节兑现经验太少了，不知道该怎么秀他。交闪。哎，他怎么满血了？我以为他残的呀，搞得我还交了个闪现，把自己坑了，可恶。
他应该有大了吧。我也去吃个药包吧，还是能扛啊哥们儿。他应该有大了，不着急啊。哎呀，这个人真的讨厌，赶紧要他老命，可恶。把破军再做一做，我看一下我经济跟他差多少呀，我经济比他多，那应该没事儿，可以接受。我逻辑有点混乱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真身给换过来啊。我之前拉个四技能，然后再二一技能把它锁住在那里还行，算了，我们还是用最简单的连招吧，14323，别搞一些花的，自己脑袋想不明白，想不明白就14332233最简单了。来，高速14332323，舒服了。按快一点，按快一点。我之前那个14333那个33按的有点慢，按快一点，别人不好操作的。吃药，这一波14332323，是不是？按快一点，14332323，乱杀。秀，可以推塔吧，13323434，哎呀呵，守塔32 A 塔，再 A 再 A， 跳一下13213闪现，交给你了兄弟，救我，话里胡哨的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操作什么，反正他死了，然后过去14323探，别看我血残，我一样可以14321跑，救我，我走了，我没血量了，我感觉那个兄弟在找我，他没找到，他找这个人的药包没有，我刷中路兵线。OK， 药包有没有？药包没有，撤。但这一波，喂，他被炸死了呀！这个位置，他把队友炸死了，我看明白了。他把上路推了，这个中路能不能推啊？完了，他死了，浪了。继续我的14332323，要找一个灵性的角度冲出去，14332323，比如说这里，14332323，就是这么快，管你花里胡哨，还是这种最经典的连招，它最实用啊。有没有道理？按快一点，按快一点，就14333流畅一点。我之前就是143，然后那个三响半天再按的不够迅速，现在按的快多了，感觉锁别人好简单的。13323跳三，这个人有点肉，秒不掉，能宰他吗？
回，他应该是有冰心，对，他有冰心，难怪我刚才一套秒掉他。嗯哼哼哼，早起，现在吧，我们把这个破军给做了，哇，破军已经有了，那就碎金锤，不然不好杀那个辅助。嗯哼，嗯哼哼。嗯哼，213、214，我知道你说的所有的连招我都有点明白，但我始终觉得，我们先体验14332233好不好？你作为元哥的初级玩家，就不要搞那么花里胡哨，你先把14332233按明白了再说，你觉得呢？嗯，看怎么操作，选择1、4、3、3，嗯，还没开始呢，怎么都没了？还剩个谁？元芳，那你不是在送？嗯，我乱杀了呀。嗯哼，回家。把名刀一做，谢谢，我是一颗小虎牙的星云战机，感谢小虎牙。为什么不做冰心？不做冰心，他做步枪征兆会好一点，血太少了。抽奖，134213，这个容错率高一点是吗？别吧，还是143323不好吗？1、4、3、3、2、3，他就是能杀人呐，好不好？跳，别急，二闪，再见，反跳，他就是好用啊！这种1、4、3、3、2、3。不愧是经过时间的考证，最嗨的连招还是这一套。这中途学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操作，后来发现14332233按得快就是有人头。一，他被别人杀了呀！一，然后呢？1、3、3、2、3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，可以。哎，你非要过来炸我一下？露头，这他都敢杀？来一波秀的操作！1、4、3、2、1、3。也行，嗯，把真身换过去击飞他，然后接三技能，3、1、4、3、A1，跳，2、3，嗯，哎，这个人感觉有点东西。哇，这个凯爹名刀 AA2 技能还有没大招？大招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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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没蓝了，完了要死了。哎，直接一个大一个二技能没打到，可以，他还挤出了一口蓝。假名刀飞太远了，早知道往前面走两步。有名刀就应该顶着他打，把步枪征兆做一下保命好一点，现在我感觉我伤害够了，做个肉装跟不做肉装还是差距有点大的。他明掉了两个塔了，我想一下，他肯定不会切我的呀，我四技能在1、4、3、A2、1，
A 他一下好像也挺好的，三技能减速没减到，他直接交闪了嘛，就是刺他，我们直接来一波二一四三一三跳反手，哦，没打起来。别急，先吃药，三技能，他上来了，一四一三三三咬住，三技能，他把我晕到了，三技能，啊，哪里亮了点哪里吧，别这么纠结了 ，A 他跳跃反手三技能，能打吗？我错了，来呀！打龙了，不要浪。我也觉得是这样。再浪不好了呀。哎，我们孙亚乔老是死啊，一个人被单偷偷了好多次了。这孙亚乔不是有进化吗？他有进化，他怎么不停的死啊？他零杠八呀，我还成了我们这边最厉害的了，假的吧？再这样就输了，是的，老弟，已经打残了呀！哇，这一口血，我吓死了呀！这个抬血，他为什么喜欢我？Oh,